今天接到了一位甘肃兰州小姐姐的嘱托啊，让我帮她选一只小博美。我一共给她准备了三只，然后有这一只球体的，没有修的，看一下。你看这毛量太好了，毛量超好，还是小短嘴的哈。对，还有这两只，看一下。先给你们看一下这一只小熊版的哈，这一只比较高冷一点，想睡觉了。看一下，对，毛量超好哈，嘴巴还是自带微笑的，超可爱。看一下后背的毛量也超多，体型也蛮小的，对，只有一个小巴掌大。你看后面圆圆的头型，超好看。来吧，接着再给你们看一下这只第二只哈，这个眼睛真大。对，这只眼睛超大，看到没有？还是双眼皮的，自带睫毛，捏着小手手太可爱了，有点紧张哈。睫毛也很长。对，看看客户到底会选哪一只吧。啊，这一只球体博美，还有歪头鲨呢，还有这只大眼睛的，后面这一只比较高冷哈。一共给他挑选这三只，看看小姐姐会到底会选哪一只吧。好的，咱们给他开视频看一下啊。Hello， 哎，你好，给你看一下，来，进来，这是那一只妹妹，啊、哦，还有这一只，你看哪一只好看？这样都能看得到。这两只的话，你们推荐哪只？第一只。我给你推荐，我给你推荐哈。第一只眼大一点。哦，还有别的选择吗？还有一个球体的，给你看看。啊，这个球体的也好看，这个也好看，就是没修毛的。看这毛，嗯，毛忽闪忽闪的。这个毛是挺好的啊。对呀、啊，买狗狗主要看它的毛呀，它的鼻头也短，看到没？眼睛也大，嘴巴也短，比较短翘的。这个是哈多利版的，嗯，球体的。你推荐哪只？然后再对比的话，我就给你推荐这一只了。刚刚那两只对比，我给你推荐它。现在它俩对比，我给你推荐它。你看这小手手，它捂到脸了，它害羞了。害羞了，你看抱着脸，快来。走一步跟一步，超粘人这一只。一番对比后，小姐姐最终选了这只豹毛小博美。不得不说，这位甘肃的小姐姐真的是太有眼光了哈。对，太可爱了。对，三只里面直接选中了它。然后你们选博美的话，一定要选这种小鸭嘴的，直接是平的哈，就是成年之后嘴巴也不会变尖的。包括这只狗狗的五官比例也特别好啊，特别紧凑，小鼻头、大眼睛，还自带睫毛，还有它的小短腿，真的太可爱了哈。还有后背的毛量。哇塞，像棉花糖一样。对，根本看不出来已经三个月了，真的是球体哈多利版的，真的超可爱哈。超可爱。对，给你们看到这里了啊。好啦，拜拜啦。拜拜，去新家幸福去吧。拜拜。